记者从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1月26日日兰高速铁路日照临沂曲阜段开通运营，沂蒙革命老区接入全国高铁网。铁路部门将于11月25日6时开始发售该条高铁的动车组列车车票。这条高铁位于山东省南部地区，线路全长23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日照西、利家站、曲南北、临沂北、费县北、蒙山、泗水南、曲阜东八座车站，除日照西和曲阜东外均为新建车站，初期运营时速300公里。日兰高速铁路日照临沂曲阜段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联络线，线路东端通过日照西站连接青岛至盐城铁路，西端通过曲阜东站连接京沪高铁。这一高铁建成通车后，与京沪高铁、济青高铁、青盐铁路贯通，形成环山东省高铁通道。开通运营初期，济南局集团公司将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日常线14对，周末线3对，高峰线3对。日照至曲阜间最快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13分压缩至1小时14分。临沂首开济南、青岛、烟台、潍坊、威海、淄博、日照、曲阜等地动车组列车。